Hello， 我是柠檬。今天我发现了樱花里的一个奇怪的事情，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大家看啊，学校门口前面都有一个猫的标志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另外一边也有。再来到咖啡馆，再进去看看。这时我们会发现，画里的东西都是猫，这边也有。再接着来到鳗鱼店，同样的，这里也有猫的标志。最后我们来到神社，大家都知道这里有猫神，这里还有猫的雕像。为什么哪里都有猫呢？这其中又有什么秘密呢？